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妮姐姐来喽！今天我准备和大家一起来玩豆豆游戏。棒棒棒棒棒！你看 ，MM 豆五彩的，哈！除此之外呢，我还准备了今天必备的一个东西。蹦蹦蹦蹦蹦，墨镜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要用黑色的记号笔在墨镜上面涂上颜色。好了，你们快看，现在如果戴上墨镜，世界就是黑色的。哦，黑色，彩色。哇！那今天呢，我就要用墨镜来挑战，挑出噔噔噔噔噔 ，MM 豆中其中一个颜色。你们快看，所有的 MM 豆在这里看都是同一个颜色。有了，那我就把蓝色的 MM 豆戴上墨镜以后挑出来吧。哦，糟糕，这几个好像真的不一样。好了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蓝色都挑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挑的蓝色为什么咖啡色也过来了呢？啊，我准备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戴上墨镜，和我一起找豆豆吧。哦，找出蓝色豆豆。这两个豆豆颜色好像啊，哪个才是蓝色的呢？有了，这个肯定是蓝色的。那这个咖啡色就不对喽。啊，糟糕，我还是挑错了一个。你们看，又被一个咖啡色的豆豆迷惑住了。这是咖啡色，更深更黑一些。这是蓝色，浅一些些。锦妮姐姐最后一次出战，计时开始。不对，我再来最后筛选一下，有没有遗漏的哦。这个里面应该没有我要的蓝色啦。好了，这一轮比赛我很有信心，蓝色，快看看吧。没有漏掉蓝色，也没有剪错蓝色。呜，本轮挑战成功。对了对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 MM 豆有另外一种有趣的玩法哦。嘿，拿出盘子试试吧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把蓝色的 MM 豆全部放在盘子的边缘。放好喽，准备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。朋友们快看，哇，你们快看呢，好像一片蓝色的太阳花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别的颜色混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吧。好喽，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喽。这边咖啡色的好快好快，红色的、蓝色、
橙色和黄色也跟得很快哦，嘿，好像漂亮的彩虹丝巾呐、啊！成功！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好漂亮啊！哇哦！那我们来自己 DIY 一个漂亮的花纹吧。像一个龙卷风，它一直在转啊转。哦，感觉现在颜色已经混为一起了。嗯，最后呢，所有的 MM 豆都会变成咖啡的颜色，因为巧克力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哦。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游戏就做在这里。如果你们也喜欢玩这种游戏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！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那我们。